在是日本时间几点啊？11:45，再15分钟就是 Heidi 的生日，我们现在要做就是给 Heidi 生日的惊喜。你看上面还有写字，你看这边。我看，啊，好可爱哟、哦，可爱吧？耶，生日快乐 ，Heidi！写给你的卡片，谢谢。里面还有两张布，它不会开灯的。好 ，OK。哦，蛋糕，我看上面，你看上面。好了，哦，还有写 Heidi。哎，我要把 Heidi 吃掉喽，吃吧。哎，这个。分镜投资。我们要最后一口喽。但还没拍，这样啊，好像咳嗽。啊，哎，总快点什么？赶快，赶快！我是说赞的。我们现在在一起做作业，耶！这个实习是超大的，而且有点味道，木头香啊，超大，这是木头香的味道，我觉得是榻榻米的一点霉味。昨天晚上啊，就是我的宿舍这边的好朋友就帮我庆生。其实我们是过了11点，就是要都回到自己房间。可是昨天就突然，就是我们那群好朋友有一个人突然跑来找我，就是叫我帮他就是解决他的痘痘之类的。然后呢，我就在很努力的帮他想办法。后来结果就是有人来敲门，我就然后那个人还很白目，他就让我。就是很紧张，因为我们过11点要回自己房间嘛，然后就去开门，然后他就说会不会是我们的寮长之类的，我就觉得很紧张，结果没想到是他们，就是他们送生日蛋糕来给我，我觉得超开心的，因为其实我长这么大，虽然真的每一年生日其实都还是很感恩，就是都有我的家人或朋友帮我过，可是我大概是第一次收到这么惊喜的一个生日蛋糕，就是这么就是第一次生日有这么惊喜的感觉，而且因为我们原本，其实我原本已经想说我今天生日我可能晚上就是吃个泡面之类的，因为其实我们上个礼拜左右吧，我们就有一个人有讲到说我生日我们要一起去吃饭之类的，可是我们6日放假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见面，然后也都就是没有在讨论说要去吃什么，我心里想说大家是不是很忙，就是没有办法一起吃饭，然后我就想说大家应该是忘了我生日之类的，我想说那没关系，这样结果没想到是他们自己另辟一个群组，这样在讨论要怎么下午之类的。嗯，好，大概就这样，我觉得很开心。哦，对，要不是我下午写我妈妈的卡片写到真的眼泪都流到快干枯了，就眼睛已经干涩到不行，不然我应该会就是泛个泪之类的吧，我觉得。然后昨天他们还帮我拍了拍立得，然后这张拍立得超丑，因为我当时就是眼睛很累，然后又反正我就长得黑黑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这样超丑。他们说这张很像一颗大草莓，拿着草莓蛋糕，那颗大草莓就是我，因为我这衣服很像草莓，超好笑。好，然后这张是就是我们四个
五个人的合照，觉得好开心哦。虽然今天整天是很平淡的度过，因为就是晚上我们去吃饭，然后回来以后狂做作业做到刚刚，我现在终于也可以休息睡觉了，觉得还是开心。好，那我要睡觉咯，明天见。明天不一定会见啊，反正就是我要先睡咯，晚安，拜拜。耶，我刚回到家就收到我姐从德国寄来的生日卡片，是卡片吗？搞不好还有礼物，因为好大包哦，马上来拆。这铅笔，这铅笔很漂亮耶，这个哦，这是我姐画的油画，上面这个好像是我外婆耶，然后这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的照片，这是我姐画的卡片，然后我没什么艺术天分，其实我不知道画什么，我再问她好了。耶，好开心。超喜欢我姐姐的字，我大概一辈子都写不出来这种漂亮的字，所以觉得想要把它贴起来，贴起来。好，那我先去写作业了，拜拜。要来帮石头做衣服，这是我画的石头，有没有长得很像柠檬或者是芒果，然后就是它的版型很 Q。 超级累的，都做作业做到11点，然后我都晚上1点睡，差不多一天睡6个小时，因为我是一个不太能熬夜的人，我从以前就是都几乎都12点睡之类的，所以这2天好痛苦哦，而且一直打板你知道吗，就打到很不想打，打到腰好酸。然后我现在终于做完一个作业了，然后我等一下还要去画设计图然后我现在超想睡觉的。好了，不行，我要赶快去做作业了，那就先这样，拜拜，拜拜。耶，我大概画好我的人体图了，我刚好像讲成设计图，其实不是设计图。然后这是我自己找的图片，我觉得有点难画，所以有点歪勾起床，呵呵。要去吃饭，妈买了超多下礼拜的食物回来，今天终于不用留了，而且今天也没有作业要做，超开心的。可是，哦，买太多超重的 ，Oh my god！ 而且我刚刚走在路上还，就是不知道那个包包打开，然后东西还掉在路上，超丢脸。好险掉出来的不是鸡蛋。好，那我要去煮晚餐了，拜拜。吃饭咯，今天有玉米炒蛋跟高丽菜，还有被我烤焦的猪肉干，超好吃的感觉。现在吃菜，哎，好硬哦，啊，好硬啊，今天的玉米炒蛋应该很好吃，因为我放超多奶油。好吃好吃。今天丢纸箱超重的。早安。
来用一个超酷的东西，就是我之前买，然后弄拿来装米的，然后它是可以用保特瓶。哎，不对不对，我在讲什么？就是我之前买一个量杯，然后它是可以，就是帮助我把米放到保特瓶里面，然后就是可以从保特瓶中取出，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讲，反正你们看就对，好不好？看就对。我一定舍不得丢，因为它就够我吃一餐，你知道吗？不止一餐哦。啊，我把米洗好了，然后我洗了五次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好恶哦。我干白痴耶，因为我想说上面有还有吗？他说等一下可以煮饭的时候可以吃，然后就想说先把它拿起来，就我忘记它下面有个洞，超智障的，我在干嘛？ You've got it, it took so long to bear.你们看这个长得有没有很像一堆恶心的小生物？这是今天的早餐。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心血来潮，就很想拍很漂亮的照片，然后还垫了这个纸，然后。拍超久，其实旁边长这样，很乱的，哈哈。嗨，我是海莉，因为我现在那个戴眼镜，然后又头很油，这个就是有一点切掉的角度，也许会比较美丽，所以我就这样拍。啊，怎么有头发？恶心。刚我拍那个早餐拍超久，现在终于可以来吃早餐了。超多草莓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啊不是上面有草莓而已，它下面全都是草莓啊啊，倒出来，你看我要给你们看 ，OK fine 随便，反正好像我有铺张纸，我要来吃喽。我刚在烤吐司，可是我的插头在这里没有插，我真的是很傻眼。最后剩下我的重头戏就是花生、香蕉、吐司。就是有一次我姐啊，她就拿着酱吐司出来，我就觉得怎么会在花生酱上面放吐司，开始超饿，结果我吃一口从此爱上，真的很好吃。好吃。来这边这么久了，第一次洗衣服，没有我这个包怎么用衣服。要先吃吃吃。超白痴的，我以为是有副洗衣机，居然是小洗袋。今天要吃 KFC， 我们要吃这个看起来超好吃的花样子。我也觉得。你还想吃什么？就是那个 set。
哦，这个是新口味，然后这是普通的，可是都普遍小块，不觉得吗？嗯，然后可是那个薯条很粗。我们吃完肯德基了，然后不饱又不好吃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吃回转寿司。超大的干贝，哇哦！甜虾饭卷蛮好吃的，最喜欢。哈哈。第二趟，所以吃很少。现在我去晒衣服喽。I'm gonna sing it out on my own.